第十一集，在乐山的两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由水西门做界限，左转出去往文庙走，上课、看布告、读强报、看各种展览，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林书画等，当然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 则是一个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我与赵小兰搬到新房间不久，同房一位法学院同学邀我俩晚饭后去读书会。我想去读些新书，多么好，便兴冲冲地去了。会场有三十多人，男生多于女生。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我在南开时读过，很感动。 下一次指定的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寝室的侯姐姐负责，她休学回来复学，比我们大两三岁。我跟她去了三次，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充满了政治控诉，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在南开中学时，没有晚上的活动。 我周末回家，也从未听说有读书会，所以对我而言是新鲜事。在家书中很兴奋地提到。不久，父亲来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如今为了全民抗日、国共合作，所有社团都公开活动。吾儿生性单纯。 即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勿忘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实，都必须沉得住气。自此以后。 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读书会，推说功课忙要背书，还把抄的笔记给她看。祭词的《夜莺颂》又长又难，我刚去图书馆借了本冷门的原文书，时时在查字典。她便只带赵小兰去了。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卡秋莎》《东方红》等歌，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 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小兰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于今回顾，共产党即由读书会吸收年轻学生是有迹可循的。抗战时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 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1938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后，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共产党的《新华报》自1938年初在汉口正式出刊后，亦移至重庆，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 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周恩来是南开校友，常到学校看张伯苓校长，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会演讲。大家最喜欢学张校长介绍他时的天津腔，充满了对这位杰出学生的温情。他顾念老校长的立场，只谈建国强身，赶走日本倭奴。 成为世界上文化大国等等，似乎从未为共产主义宣传。事实上，他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很多人借由他温文儒雅、充实渊博的风格认识了共产党。青年人怎会想到，当政府正规军在全力抗日的时候，他们用种种方式渗透了后方。胜利后。 再由伤亡疲惫的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然后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集权控制，稳固了政权。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轰炸最厉害的时候。高三时分到理科组的傅启珍，多年在校与我友好。他高高壮壮的个子，俊秀乐观，终日笑口常开，功课人员都好。 后来他考上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我远走川西乐山。暑假我回家，初时也见面谈谈。后来听说他与陈春明等六人与中大的一些男同学去延安了这件事，当时令我非常惊诧与难过。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好朋友，看课外书、写强报、办活动等等，都常在一起。他跨了这么一大步。 竟然从不曾给我一点暗示，临行也没有一句告别。直到武大这读书会，我才渐渐了解，傅启珍是不可能告诉我的。他们也许早就参加读书会之类的活动，被左倾团体吸收，成为前进分子。而幼稚的痴迷文学的我，早已不是他的同路人。更何况赵小兰这新脚就在这时。 校长宣布了教育部命令，准备紧急时撤退到雷马平额的指示。女生宿舍人人惊慌，幸好上课时老师态度稳定。他们都是有家眷的，说大家共患难，不要怕。有几位四川本省的同学请假回家去了。我们宿舍三楼有两间阁楼，因为顺着屋顶斜了一边，里面可以摆两张平床，两个小桌。 只有一面有窗，另一面开着一片天窗。爱热闹的同学不喜欢住，而且低班的也轮不上。他们和我这间共享一座楼梯。有一天在楼梯上遇见历史系的李秀英，她说她的室友被未婚夫接回叙永去了，说兵荒马乱的，先结婚再说。所以他那间阁楼空了一个床位。他知道我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 欢迎我去与他同事。我几乎是跑步去射监室，申请到了那个床位。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头顶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美的宫殿。在我收拾行李和书籍搬房的时候，侯姐姐用她那惯有的大嗓门，不指名的说：“有些人呐，家长在重庆做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呢。” 享受民脂民膏，真是厚脸皮！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其他的人都低下头假装看书，没有说话。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和赵小兰说声再见，赶快把东西搬到三楼去，把新的铺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刚才的那一幕。 心中十分难过。记得刚住进时，他要我们叫他姐姐，对我殷勤照顾，有时连洗澡小事都帮我先占一间。吃饭时在板凳上留个空位给我。还不到两个月，怎么就如此凶恶攻击呢？当天晚上，我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满天。第一天想到。 也许是上帝给我讯息，叫我看看广大的夜空，原谅别人的伤害。但是我年轻的心却无法吞噬那翻脸无情的攻击。第二天到文庙上课，我到生活指导组去问，伙食公费是给哪些学生的？那位半工半读的职员很不耐烦地说：“啊，开战以来，所有公立大中学的战区学生都有公费。” 如果战区学生的家长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入，也给公费吗？他注意地看了我一阵子，说：“从来没有人来问过这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系的？他写下我的名字后，板着脸说：“你回去写个成文来说要放弃公费，学校给你转成教育部。”然后就把咨询窗口关上了。不到三天。 文法学院同学间便传说我去申请放弃公费。卢巧珍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只是去问了一下公费的资格而已，并没有多说一句话。她听说左青的同学要拿这做个题目攻击教育部。当天晚饭后，我上楼经过原来的房间，那位姓侯的姐姐在她靠门的座位上看到我，大声说：“哼！” 有的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处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滚出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从此以后六十年来。 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住在小阁楼的斗士一年三个月，真是一生难得的欢畅，心情比屋子更感窗明几净。李秀英有个固定的男朋友，在城里找了个工作，等她毕业，每天晚饭后到宿舍来找她出去。每晚舍间必来各室点名，她常常在九点锁门之前飞跑回来。 所以晚上我有三小时独处，可以听不到纷杂的干扰。第一次可以自在的读书或清理满腹心事，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幸福时光。小小的天窗开向大渡河岸，夜深人静时，听见河水从窗外流过，不是潺潺的水声，而是深水大河很久的汹涌奔流声。渐渐的。 在水声之上，听到对岸有鸟鸣，就在我小窗之下也有呼应。那单纯的双音鸟鸣清亮悦耳，却绝没有诗中云雀之欢愉，也没有夜莺的沉郁。唱了不久，就似飞走了，又在远处以他那单调的双音唱几声。初听的夜晚，我几乎半夜不眠地等他回来。这怎么可能？ 在我虽然年轻却饱经忧患的现实生活里，竟然在这样的夜晚听到真正的鸟声伴着河水在我一个人的窗外歌唱。白天我问同学，现在河岸唱歌的是不是杜鹃鸟？他们说是布谷鸟。你听他唱的是布谷布谷，是催农人插秧了。又暮春三月，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美文也写不出这江岸之美。白天，我把小天窗斜斜地开着，无数不同的鸟声随同阳光流泻而入，令人静至坐立难安，必须走出这斗室去寻找歌声的来源。半日没课的日子，我常抓起带背的诗本，出水西门，由水夫们挑水上下的石阶下去。 往右边河岸走去，在那看似荒草掩没的河岸，有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引向一堵废砖墙下。如果有勇气跨过去，便可以发现一片小小草坪，面对河水。草坪后面是一丛树，树后面是我宿舍的楼，在三四楼之间斜箭而上的是我那间斗室。 那扇小小的天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似在反映我的惊喜。再往前走二十尺，河岸转折就无路了。这是一块不可能被人发现的我私有的乐园，和嘉陵江畔岩壁上的石窟一样，是我的避世净土。我发现这地方却纯由一个“园”字。一年级下学期某个早晨。 我由那间陋室出来烧完，走向大门时，看见一个挑水的老者在锅炉的石阶上摔倒，头撞在街上，血流满脸。旁边的水夫扶起了他，却不知如何止血。我当时立刻奔回房间，拿出家中带来的药盒、棉花、红药水、纱布、胶带，帮他止血包上，用的全是童子军的重庆救灾训练。 在南开六年，全无我用武之地。如今能在自己落难离家时日行一善，自己也感动了一番。我把那瓶红药水和纱布等送给伤者。两位水夫在旁边对我说：“这是他们的领班，因为老婆生病，儿子不争气，他都五十岁了，还得出来挑水。”这之后，每天早上我都注意看他有没有换药，直到伤口结疤。 在那个时代，药户观念是相当原始的。我那童子军知识在此已不算太落后了。那天早晨，当我站在水溪门外的草丛四处张望时，那位老水夫正在河里用水桶挑水。他看我拿着书，便走过来，小声地指给我：绕右一条小径，再转前行，可以找到一块读书的地方。 他说：“这边人杂，我会告诉他们不要打扰你。这真是我最富足的产业啊！在乐山后的两年，我从没有告诉人这个地方，和那江上的岩洞一样，对我是圣灵之地。那一年我二十岁，面对重重威胁的人生，觉得随时可能失去一切，孤苦无依，唯一必须留下的是自己的心灵。” 这一颗切切思慕知识、追寻善和美的心灵，而这河岸小小净土，曾是我安心置放心灵之地。初搬上阁楼时，夜闻布谷鸟啼，近似祭词，在祖屋院内听到院里筑巢的夜莺歌唱的心情。很想去找找鸟儿筑巢的树，在河岸窗下方向搜寻多次，当然是找不到的。 暮春三月，岂止江南杂花生树、樱草飞长？坐在河岸那里，晴天时远远看得见青衣江上帆船顺流而下，后面是无垠的江面。青衣江至今仍引人遐想。千年前，李白出过乐山，有诗《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 引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平羌就是青衣江，羌族和彝族是川西原住民，不知在哪个朝代被汉人平了，把江名改了，纪念征服。但是世世代代的人仍以清晰般的心情称它原名青衣江。 这来自神秘邛崃山脉出溶的雪河，注入在我脚下浊流汹涌、咆哮的大渡河后，左转流进岷江，在山夹角冲击之后，到了全城取水的水西门外，江水变得清澈。流过唐朝依山所建高七十一米的大佛下，温柔回荡，从没有浑浊的时候。天晴正午。 可以隐约看见江水中横过一条清浊的分界。面对这样壮丽的江山，不由得我不千百遍地念着刘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诗句。我自知如此渺小，如此无知，又如此彷徨无依。 但是我也许是最早临此江流背诵英国诗人祭词的中国女子吧。在幽暗里，死亡勇士的嘴大张着，预告着灾祸。我一觉醒来，看见自己躺在这冰冷的山坡。背诵间，竟因他的阴森感觉而匆匆跑回宿舍。第二天又去背既长又难且迷人的圣雅各尼节的前夕第一段。 诗句的背诵和我青春迸发的诗思，与那样的季节、那样的天地融合成一种永远不能淡然处置的人生情怀。在当时，曾被同学嘲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恍惚者，于日后漫长的一生却转为一种无法释怀的不安现状的孤僻。季词的诗，只有《秋颂》是我乐于与人外享的。 它是温暖、认命、成熟、完美的诗篇。麦子收割后的田垄，呈现季节的自然悸动。傻蜜蜂在夏末持雕的花间，以为夏日永无止境；而蟋蟀低唱，燕子绕空飞鸣。秋已深了，达到了完成之境。读了大约十首祭词的诗后，朱老师返回阴诗金库的第一步。 讲了一些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十四行诗，让我看到抒情诗的又一种写法。这时五月已经过完，进入六月了。有英诗课的日子，我仍与同班同学三四人，出白塔街，过湿漉漉的水西门，一路喃喃背诵，往文庙走去。但我们也已知道，外面的世界全变了。 盟军在五月二日完全占领了柏林，日本境内也在美国空军密集轰炸之下开始疏散，自杀飞机成了他最后最残忍的武器。我国渐渐在广西收复失土。六月十二日战报：日军事孤，湘西会战我军大胜，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正朝桂林进军。宿舍弥漫着欢欣的气氛。 所有人解开了准备步行去雷马平额的背包，准备大考及暑假回家。合唱团、音乐会、送别会、郊游的活动又开始热烘烘的举办。休学和请假的人很多，都带些羞愧的表情回来上课了。四月十二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对中国的冲击很大。有一天。 朱老师在英诗课突然念了一首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啊，船长，我的船长，追到他不及见战争胜利。此时读此诗，觉得响亮有力，如鼓声送别。然而不到百日之内，我竟第二次清晰的想起这首诗，刻骨铭心，沉重的、不甘心的哀伤。 我最后一次到水西门外，我的河岸是六月初，春天已经过完，岸边的草长得太高，已见淹没小径。我去那里读哥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我已经收到两天了，那两页信纸内容也已经背熟，但是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好好的想一想。哥哥信上说。 张大飞在五月十八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在重庆战报上看到前线的消息，周末回到家，收到云南十四航空队寄给他的通知。我们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之一。他留下一封信给我哥哥，一个很大的包裹给我，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大约是信件。 我哥哥让我快放暑假回家之前，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他在信里附上了张大飞写给他的信。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却烙印我心。他说：“振一，你收到此信时。” 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二十一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 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元的感情，既拿不起，也会早日放下。我请地秦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元这些年写的信妥当的寄回给他。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他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 他带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他从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他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他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 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他，我活着也是害他。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他说我爱你？ 去年暑假前，他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么会答应呢？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疑房不定的人，怎能照顾他？我写信力劝他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 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他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元。 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他一生幸福。这一年的大考延后一些，给请假的人补课的时间吧。我在七月六日和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油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 种种纠结复杂的情绪在我心中激荡，好似投身入那三江汇合的激流。两天后，我才打开那邮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里面写着：“张大飞队长已于八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 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按这个地址寄给你。我在队上担任修护工作，随着他已经两年，他是很体恤人的好长官。我们都很伤心，从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并寄上，望你节哀。 他的信封里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汉字斑斑、浅蓝已退至黄白色的，我在南开高二时写的信。那是一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较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里飞出来。 突然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嫉妒你了。而、啊、我现在每天要在教室至少坐八小时，几何那么难，几乎令人生趣全无。幸亏有孟老师的词选，不必只为了考大学活着。今天看高一的同学忙着把被单缝成裙子。 要去参加全市运动会的团体舞，那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事，幼稚的要命。我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星期六回家，经过石宇朝书店门口，我都快步走过，以免受到诱惑。这样的信我写了好多年，直到我去乐山读哲学系。对于他，这些信大约像烟酒跳舞时对他队友一样。 有帮助忘记狰狞现实的用处吧。我从乐山想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去找他时，他急着来信阻止。其中有句说：“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越少越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越模糊越好。”初读时我看不懂，以为他变了。多年后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 萧然觉醒，要退回去扮演当年保护者兄长角色。虽迟了一些，却阻挡了我陷入困境，实际上仍是保护了我。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细的按年份排好，第一封从湖南湘乡,乡永丰镇胡家塘寄的，小学毕业生的平安家书。 最后一封是大学二年级外文系学生写的，也承认自己没有研究哲学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莱和济慈的浪漫情诗。从阁楼的小窗看满天星辰，听窗外树上鸟鸣不谷，你在哪里？你怎么像神迹般显现挚爱，又突然消失了呢？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中成长的心路历程，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柜里那一包他七年间写的更大数量的信，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由流离的困境投身最强烈的战斗的完整自述。他驾驱逐机击落敌机的时候，有时会想。 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却这样常年做着杀戮的工作，上帝会怎么裁判呢？他不是说“生命在我，复仇也在我”吗？耶稣说：“人若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吗？”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脸，他们杀了我的父亲，摧灭了我的家，将我全国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杀至今。 我每在郊区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即可以减少牺牲于炸弹下的多少冤魂。这两大包信放在一起，这一年夏天，我没有力量重看。他的死讯虽在意料中，但来时仍感意外，因而难以印证现实。所有的迹象显示，战争快要结束了。 麦克阿瑟将军收复了菲律宾，实践“我会回来”的豪语。我国在卢沟桥事变后八年的七月七日，军事委员会宣布，八年抗战截至现今，共计毙伤日寇及俘虏日寇达二百五十余万人，我阵亡官兵一百三十余万人，负伤一百七十余万人，战局现已转守为攻。 全国开始生活在期待中。几乎在此同时，陈纳德将军辞职的消息震惊了中国朝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美国的三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由马歇尔将军继任。中国战场的盟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与蒋委员长合作的不愉快，由魏德迈将军接任。他收到总部指示说。 陈纳德以最少的资源，以打了很长时间的游击战士的战争，采用现代化进攻战术和技术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是撤换指挥官。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坐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 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蒋委员长亲自受赠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勋章，表示中国人民对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谢。美国政府也在此授予特勋金十字勋章，并挂上第二枚橡树叶奖章。 这一年，陈纳德五十二岁。正因为他来到了神秘遥远的中国，脱离了美国正规军的律令，以近乎江湖闯荡的个人魅力，聚集了千百个同样的好汉，用驱逐机的战术解救了地面上无数苦难的生灵。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 这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那强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所有人对战争的悲悼。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我们的船渡过每一场风暴，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 港口静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所有的眼睛跟着我们的船平稳前进。他如此庄严和勇敢。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啊！鲜红的血滴落，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冰冷。 并且死亡。盟军在欧洲胜利之后，急于结束亚洲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和太平洋岛屿的日军，明知大势已去，却仍在做困兽死斗。在那些荒凉的小岛上，双方死伤数十万人。直到美国以数千架轰炸机密集轰炸日本，东京已半成废墟。七月二十六日。 中美英三国首领在盟国占领的德国波斯坦发表公告，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一日，英国领导战争之胜利的丘吉尔首相大选失败下台，亦未见终战果实。第二天，日本内阁会议从早上到深夜，主战派主张准备本土保卫战，大和民族宁可玉碎，拒绝投降。 英美新的领袖文德里和杜鲁门发表联合对日作战声明。二十一天后，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日本仍拒投降。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全世界的报纸头条是巨大的照片上原子弹升起的絮状云和下面的一片火海。八月十四日。 在各种战壕中垂死挣扎的日本兵，听着他们的昭和天皇广播，叫他们放下武器。日本业已战败，无条件投降，依照开罗及波茨坦宣言，将台湾归还中国了。八月十五日，蒋委员长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国人于胜利后，勿骄勿怠，努力建设。 并不念旧恶，勿对日本人报复了。这个宽宏的态度，后来成了战争赔偿中以德报怨的宽宏条文，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个困惑。日本与德国在盟国的扶助下迅速复兴，而中国国军却在战后疲兵残将未及喘息，被迫投入中共夺取政权的内战，连瓦全的最低幸福都未想到。 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随着广播的声音，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 巨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瓷器沃几乎没有一寸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真正是响彻云霄。我跟他们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看到门口临时加了两个童子军在站岗。 手里拿着和我当年胳膊一样细的军棍，脸上的自信正是我当年跟着张校长念的“中国不亡，有我的自信”。校门里，范孙楼的灯全开着。我想到当年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生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 竟然一个人穿过校园，找到回家的小径，走上渐渐无人的田埂，往杨公桥走。快到那小木桥的山坡，是个多年废弃的乱葬岗。我哥哥常常向他的朋友挑战，看谁敢去掀那个露出一半的棺材盖。他们又说许多鬼火的故事，比赛谁更勇敢。平常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 白天偶尔同大伙走过，走过小木桥上坡，就是我们去年为躲警报而搬去的家。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痛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从此之后。 我不再提张大飞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复员回到上海。 妈妈带着妹妹由重庆搭飞机复员回到北平，除了随身衣物，只带了一些极具纪念性的照片。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迹，全留给苦难时代的狂风。他们的命运，在我家日后搬迁的岁月中，连想象都难了。这一年的十一月，在他从军时赠我圣经，整整八年后。 季志文牧师从成都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说他由骆家团契的一位朋友处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他劝我振作，抄了《启示录》第七章最后一句：“在主宝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继牧师不久到乐山传道，我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之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的纪念张大飞，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良善，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的报了国仇家恨的人。